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这期视频发出来会比较晚，因为今天这个各种原因很晚才来玩匹配。分级匹配是这样的，这次是300 cost 的房，但是这次我们不是一级吉姆指挥官了，而是二级吉姆指挥官。这是昨天跟着伊芙里特，素伊芙里特一块更新的，所以这个是。二级就正好是300 cost 的，而且多了几个插槽，所以现在除了跟一级一样，把三个这个格斗补正插满以后，还可以多插一个血，然后再加两个盾牌的零件，所以现在这机在300防更加稳定。对面这突击先上来了一个打击型吉姆，还有个素伊芙里特，先给这个一下，然后这地方要横格，要不然你这个落下来的时候，你的 N 格没有下方判定。这是我玩了好几次，我才发现，这个下落的时候可以这样子连到，因为横格的范围相当大。哎，这个快死了，毒死他，小人下机了。然后正好我下来堵住这个打击型的逃跑路线。哦，友军收掉了，不过我好像进到敌人堆里了。哎。稍微往后退一点，看看这货想干嘛。他要是过来找我的话，我可以跟他稍微玩一会儿，互相交了一炮，撤，还是不要直接上去打。那边他们的支援这个围过来了，哎，这是个残血，我刚才看到好几个影子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不是我们家的。哦呦，我还以为原来我们里边混进来了一个，友军也都没看到，啊，他们现在看到了。我刚才还以为这是个友军的。特装狙击机，结果是个敌人，差一点血，我撞，好吧，没有盾了，我的撞的判定好像出来的也晚了点，不过我这点血还能干嘛？哎，又来了，走你，这次我看准了，我就是要抓你，哎呀，抱歉，其实我要是不跟友军这撞一块，说不定他能把他砍死。我刚才那个视角给我切的，我都看不到友军的位置。哎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哥几个冷静一下，人头人人有，不要这么慌。嘿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再，哎呀，又超出，我的腿已经快废了，刚才又超出这范围了。哦，友军收掉了。我刚才本来还想再试一下下落横格，把它收掉的。不过掉下去那一瞬间，我看到范围不够，所以又切武器了。不过，哎，谁知道这游戏的这个距离判定有的时候也很迷，两边还比较僵持啊。虽然我们拿了一点，但是他们在附近应该拿了个点，一直在回来。哎呦，砍到俩，这个怎么没倒？那行啊，再来一刀，先把你带走。然后这还有个吉姆，陆战吉姆啊，对，是陆战吉姆。有的时候从背后猛一下看不出来是陆战吉姆还是陆战高达。哎，大魔，友军大魔给了我一下，谢谢。我现在有无敌时间了，好吧，就一会儿。又是这伊芙里特，我今天，哎，这伊芙里特又跳出去了。哦，他距离有点远，他现在霰弹枪应该打不到我。哎，刚才被打，打到，刚才被打出来一个。也非常小的硬直，没开火。有些武器它不会让你硬直停在那儿，但是它也会有这个硬直的一个小动作，然后会干扰你这个开火。看这个，对方的支援都在这儿了，来了一堆。哎，又看到打击型，觉得得暂时退一下了。现在有前线我方的这个阵型太散了，我去对付一下这个打击型吉姆吧，又被孤立了。打中了吗？中了。他这有那个战术装甲，一直在后退。他友军也出来了。友军是个啥？哦，还好，伊芙里特这个家伙得近战才能对我造成伤害。不，哎呦，好险！他这个准备时间太长了，直接被我看出来了。给他两刀，然后友军收掉。然后那打击型吉姆还活着。哎，居然没让我砍到，没让我打到。哇，火箭筒弹切了一刀，这死后回线撞击也是真屌。你看这个，哦呦，打到我，幸亏他这一狙击打到我盾上，不行，这不能让给他时间输出。哎，
哎哎哎哎哎，出事了！哎呦，还好这货 不准，吓死我嘞！差点就被他收了。他我们俩刚才都是残血，不过还好我反应快一点。那、哎、友军的这拉的差距还是不大呀，都收这么多人头了。有个我家五号好像要去装弹，那我来这边配合一下。我现在血也不多了，我能蹭多少是多少，给这个一炮，我打他现在伤害最高。被他摸几下也就差不多要死了，不过反正也没机会修机了，我就不如再来几下砍一刀。哎，被他们家支援打了，不是我最后那一刀不知道砍上没，应该没砍上。我如果最后那刀砍上的话，他现在应该是个半血冒烟的状态，也不是冒烟，就是漏电的状态，就是黄血状态才对。不过看起来他没有，所以刚才最后那一刀应该判定没给我算上，在敌人家装炸弹了。但是现在怎么看着友军的这个架势是要被压回来的，又是这个。哎，无论如何先给你一刀再见，你这点血我这胳膊直接带走。哎呦，又被这狙击打中了，还是先躲一下。妈呀，他这两枪也是太疼了。先找这边石头，友军阵型不太好，刚才差点就掉到敌阵里了，看能不能把这个赶走，挪动了一下。你们能不能哥几个找几个人过来扛线，我快扛不住了，我这点血量。我去，好大一颗飞弹从我图边擦过。现在这地方就比较麻烦了，因为他们那边这地形太开阔了，没有什么地方好躲。哎，好吧，这边看来有两个要被孤立了，两个被孤立，这是个病句。反正这边看起来他们有人要被孤立了，又是这伊夫里特，先搞一下，果然会跑。咦，刚才又被什么东西打了？这伊夫里特是今天又在干嘛？好了，这个收掉了。哎呦，马吉拉炮差一点，幸亏刚才那个地方地形不，他没法砸地面。这个又是这。哇，今天这叉子被收了几次了？远处看到个残血，好像不在了啊！等一下，好像还在，而且好像硬直，给一炮，呜、哦，这距离不错，正好命中，补掉了一个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对付这个狙击扎古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我来把它放倒，一刀，再来一刀。哎，等一下，没死的，这回我可以撞。好了，这个死了，然后这个能不能让我补一刀？哦，也补上了。这大魔又第二次了，大魔今天第二次，我日你仙人，我操，我今天怎么这个大魔就是，哎，亲呐，我的腿黑了，咋办？反正无论如何先砍一刀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砍到大魔了，这可咋办？哎，这大魔你今天是，我们俩今天是什么情况？哎呀。好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了，大魔，那两个都让我给弄残血了。哇，这最后怎么这么乱呀、啊？比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刚才都没注意看。哦，干得好，老虎。大概就这样了，我们赢了。最后连收了好几个，而且这局怎么打出来这么搞笑啊？我被我方大魔连续两次，不是连续两次，反正放倒了两次。不过这局赢了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89000的输出，3700的个人积分，我收了10台，这么多吗？我都没数，居然是10台，然后只掉了3次，那这一期相当不错了。现在二级的积木指挥官就是这样了，在300房，本来250的一级就很强势的，现在300 cost 的二级的在这个300 cost 的房已经几乎是必须要有一台了，队伍里边必须要有一台。那不管怎么说，这期就是这样了，我是雷娘，下期见。